这个是个上线下线，这中间是个车辆，能看着吧？调上线是摆在上面，这是个101，这顺时针这不就是就增大吗？啊，调到160，这样，这是车辆温度，这是下线，调下线，调到120吧，你看着不？今天这白石书本、看不着，是那个书本，是螺丝的本。这是测量，这是上线，测量，下线，这样子看了吧？你得搬，得搬过来，搬过去，你直接搬到顺我的搬到那个那儿去了，然后只要他一看，他就倒霉。你不是听到那个人，他就必须得从中间过来，是吧？上线和下线，他得。